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 1.2a 的习题。在这个习题呢，我们将会了解什么是五巴汗松散。五巴汗松散呢，跟五巴汗朗诵呢是相反的。我们刚才之前五巴汗朗诵是说，当一个本部的五巴提高的话，或者增加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本部的五巴它就跟着增加。而五巴汗松散呢，它就说如果一个增加，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就会减少，然后它们的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呢是一样的。我们看第一题，jadual di sebelah menunjukkan hubungan antara bilangan pekerja dengan bilangan hari yang diperlukan untuk memasang zubin di sebuah rumah。旁边这个表格呢，代表着人数，工人的人数，还有所需要的时间。在一间家安装这个 zubin 就是瓷砖。Nyatakan perubahan pada bilangan hari. Jika bilangan pekerja diharapkan dengan dua, 那么我们要说出这个天数的变化。如果工人的人数 A 是 diharapkan dengan dua，就是乘二。乘二的话怎么说？我们看这个工人的人数，OK，原本是二，如果乘二的它就会变成四。然后天数呢，十二就变到了六，对吧？十二变到六的话，我们知道它是除二了。那我们看下一个，如果说原本是四，乘二的话，它变到八，但是天数我们看，它是从六去到就减少到三，在这里跟二有关的话，它就是除二，OK，它就除二，所以跟刚才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数增加乘二的时候，我们的天数呢就会除二，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bilangan hari dibahagikan dengan dua。B berkurang separuh，这里说的是 jika bilangan pekerja berkurang separuh，也就是它的工人如果少一半，那么对它的天数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们看数字来看的话，如果是少一半的话，就变成。二了，那么天数呢？我们从六增加到十二，这里有了，我们变成了增加一倍，对吧？乘二，OK。那么我们如果说看，如果从八，给它少一半的话，它就变成了四。然后我们的天数呢，就是三变成了六，我们也是乘二，对吗？就说增加一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天数呢会。Berganda dua，OK，或者我们讲的是增加一倍，对吧？因为都是乘二嘛。如果你注意到的话，这个天数哦，你看人数了，我们今天讲人数，它少一半，意思说八除二，或者说我们看四变二的话是四除二，OK，除二的时候，它的天数呢就乘二，OK，虽然说 berkurang separuh。然后这个比量还是不干的，如果明白？我们用乘除来看的话，它除二，它就乘二。但是如果我们以巴仙来说，为什么我要讲到巴仙呢？因为跟第二题有关。当它巴仙说是它变成二的时候，其实就是减少了50%。当减少50%，如果我们看天数，六增加到十二，其实它是增加多少巴仙呢？我们看八去到四也是。减少50%，OK，然后从三去到六，它是增加多少巴仙呢？它是增加100%，明白吗？当巴仙来看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但是如果用乘除来看会比较容易，就是说当这边除二，这边就乘二，这边乘二，这边就要除二。给以巴仙来看的话，又不是这么说的哈。我们来看第二题，Cikgu Farid mempunyai sejumlah wang。Untuk membeli hadiah, Cikgu Farid 有一笔钱来买礼物。Untuk pemenang quiz matematik, 给这个数学 quiz 的得奖者。这个 harga sebuah hadiah ialah RM10。如果礼物的价钱是10令吉，maka Cikgu Farid boleh membeli 10 buah hadiah。那么 Cikgu Farid 呢就可以买10份礼物。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两个东西的关系，一个是礼物。价钱，一个是礼物的数量。当礼物的价钱越贵，
对，它的礼物的数量就怎么样呢？就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一笔钱，意思说这个笔钱呢已经是就是那么多了，不会增加也不减少。所以当礼物的价钱越高越贵，它礼物可以买的数量就越少。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这个礼物的价钱跟数量的关系呢，其实就是五把和双上，对吧？那这跟胡公安比啷个哈利安两伯勒底伯利，那么我们就要说出这个我们可以买的礼物的数量的关系。几个哈尔格什么哈利安，如果一份礼物的价钱，bertambah dua kali ganda，增加两倍。给那么增加两倍，因为它这是虽然是五百汉双商，但是跟五百汉朗诵一样，当增加多少倍，另外一边就减少多少倍，只是八仙是不一样的，明白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哦，当它增加两倍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明白，它这礼物可以买的数量呢，其实就是减少两倍。bilangan hadiah berkurang dua kali ganda，给乘除的话就看得很明显，但是八仙就不一样了。Okay, 我看 B 的 berkurang lima puluh peratus，OK，这就是我所说的。弟弟，我听说了。Okay, 当它减少50%的时候，那么另外一边呢？对，它就会变成增加100%。Okay, 虽然数学的课本后面答案是50%，但据我算的话，应该是100%。如果你们有得到其他的理由，或者是比较知道为什么会得到50%的话，请你告诉我。OK，但我所得到的是180%呢。给、okay, 我们到这里了哈。OK，谢谢你们。